如果再让他选择一次，他还是会选择去尝试灌进这记篮球。从底线不断加速冲刺的渡边雄太，接球后越过了利拉德，大力炸球后高高跃起，本想灌篮的他遭到了身形更庞大的努尔基奇。虽然站在了罚球线，但在篮下去挑战一名比自己更壮实的常人是不是太过于冒险？但渡边并没有放弃，在分差被拓荒者扩大到近十分之时，相似剧情再一次上演。一模一样的起手式，大力炸球后腾空而跃，还是被拓荒者从空中撞飞了底线。旁边看到这一幕的杜兰特右手拨开了篮球，扶起倒地的渡边雄太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这是他在篮网最喜欢的球员之一。上一秒还在外线防守，等篮球飞向篮筐时，他一定会冲进禁区去争夺每一个篮板球。上一秒还在内线防守，等篮网拿球推快攻反击时，无论他在哪里都会拼命向着前场冲刺，因为他很清楚机会是需要你拼出来的，但并不是所有，有些机会需要你做好准备，耐心等待它降临在你身上。杜兰特在第三节比赛最后一攻时比了个手势叫罗伊斯奥尼尔的掩护，当篮球传到后者手中时，杜兰特毫不犹豫用左手指向渡边雄太，弱侧的西蒙斯也做好了掩护，极大的延缓了利拉德补防。渡边接到球顺势放到腰的位置，沉重心屈膝起跳完成三分投篮，成功命中拓荒者的篮筐。在这个最不起眼的底角区域，渡边始终让自己保持随时接球投篮的最好状态。也是这个位置，渡边雄太帮助篮网投进了四记三分球，并且这些进球时机非常关键，都是在追分期间拓荒者反追分阶段不断帮助篮网稳定军心。就好像三井寿一样，他的三分狠狠打击了拓荒者的防守。无论什么运动，你都无法避免气势的影响。看到渡边挥臂怒吼的姿态，篮网的士气不断被点燃，直到最后篮网的局势也非常危机。随着杜兰特这记跳投不中，险些要被拓荒者带入加时赛的情况下，整场手感不佳的罗伊斯奥尼尔补进了这记价值千金的绝杀。就好像努力拼命的人终于在最后得到了上天的回应，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即使希望非常的渺茫，他都要去奋力一搏。就像那次被爱德华兹隔扣的场面，本布里做了一个冒失的防守决定，他试图直接切断麦克劳林与爱德华兹的联系来获得一个快速防反的机会，但很遗憾，他错误地估计了自己的提速能力，篮球划过了他的指尖，准时准点地到了爱德华兹的手中。此时此刻，他的身前不再有防守人的束缚，面前是一片坦途，直达暴龙的禁区腹地。爱德华兹获得了足够的起速空间，他重重地运了两下球，然后卯足了劲腾空而起。贝恩斯想要上前掩阻，但转念一想，还是识趣地收住了自己的脚步。有几个人会希望在赛后打开社交媒体时看到自己被人隔扣的画面塞满整个屏幕呢？这是很正常的想法，但渡边雄太却不这么认为。他一个箭步冲到了爱德华兹的身前，全力起跳试图阻拦对手得分，但还是晚了一步，篮球重重地被扣进了篮筐。那一幕实在太暴力了，就连渡边坐在场下的队友都起身离开，不忍多看。海报、十佳球一个都少不了，大概在未来的很多年里，每当人们提起爱德华兹的扣篮代表作时，都少不了渡边雄太的名字。明知自己难以阻挡对手的这次进攻，却偏要试试，这么做值得吗？他的回答是这样的，当你被人完成那样的隔扣时，你很清楚自己会成为人们的笑料，并以一种很不友好的方式出名，但对我来说，我别无选择，我只能去尝试阻止他的这次进攻，我宁愿被人隔扣，也不想让对手轻松拿下两分。你不试试，你不去拼，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自从进入联盟以来，渡边一直是场上兢兢业业勤恳卖力的球员，他将自己的球场定位设置得非常好，防守拼抢进攻端从不占球权，不断积极跑位去寻找好的进攻机会，连杜兰特都非常喜欢这个拼命三郎般的球员。没有过人的天赋与超强的进攻，渡边硬是靠自己的拼劲在 NBA 慢慢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2013年，渡边只身赴美，开始了自己对于篮球梦的追寻。一年之后，
渡边顺利进入了大学，打满了四个赛季，从最初的替补席第六人到后来的球队攻防主力，并在2018年被评选为了联盟最佳防守球员。但这样的一份履历却并不足以帮助他得到 NBA 球队的认可。在选秀大会上，渡边还是遗憾落选了。摆在他眼前的只剩下了两条路：回到日本，得到数倍于当下的工资收入，要么继续留在这片弱肉强食的森林里，通过最卑微的方式，在这片充满荆棘的梦想道路上继续寻求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接受了来自篮网的邀请，参加了2018年的夏季联赛。虽然在夏季联赛帮助他争取到了灰熊的双向合同，但渡边存在感并不强，很难获得稳定的队内角色。两个赛季下来，他一共只在 NBA 打了33场球，总计279分钟，且多数均为垃圾时间。他进步非常明显，一年不断锤炼自己的时间中，渡边把自己投篮命中率生生向上拔了 11%。 但灰熊并没有在意他，于是他应招去了加拿大，与暴龙签了一份比双向更加卑微的合同。但渡边却很欣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安排，最终也得到了球队的认可。在赛季开始前，他的合同被暴龙转成了双向，并在经历了四个月的起起伏伏之后，逐渐赢得了奈斯的信任。跟身边的那帮队友相比，渡边的天赋实在太不起眼了。他并不强壮，也不够迅捷，没有夸张的臂展，球风朴素，他很难在 NBA 的舞台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明星球员。但这并不意味着渡边雄太注定会在这里失败，就像他想要盖掉爱德华兹时所想的那样。你不玩命去试试，又怎么会知道？你永远可以看到他在场上奔跑的身影，他会出现在每一个需要他出现的位置，积极地干扰对方的投篮，破坏对手的传球，拼抢每一个可能落到自己手中的篮板。这就是渡边赢得尊重的方式。而就在2021年4月19日，暴龙最终宣布将渡边的双向合同转为正式的合约。发布的推文只有这么几个简短的字样：赢得，而不是给予。短短的字里行间，完美叙述了渡边在 NBA 拼搏的写照。从一开始，没有人相信他能成功，这其中包括他的父母。这条路渡边走得很孤独，但他没有放弃，哪怕是垃圾时间登场比赛，渡边一样打得非常努力。就如他自己所言，只要我站在 NBA 赛场上，就没有垃圾时间，一分钟甚至一秒钟都非常重要，没有人能保证我会在下一场比赛中出场，每一刻都是我在联盟留下印记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字典里没有垃圾时间的原因。当我登场，就一定会拼尽全力，就是这么简单。话说得非常轻松，但正是因为他做到了，让所有人相信他的意志。上天非常的公平，努力的人永远是最幸运的。